纽约部里面呢，姚老师要讲解到两个知识点。第一个知识点就是我们的脊椎一定要垂直在我们的主力腿上，每当做转动的时候，转动加上重心的时候，不可以形成这样的效果。这样的话，同学们看，我们的屁股就会翘出来，我们的尾椎就会跑出去，这样的话我们的形态也会不漂亮。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的脊椎是垂直的，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的脊椎是垂直的。同时第二个知识点，我们的主力腿一定要进行一个推跟转的力，不可以只推，这两个力一定要都在我们的主力腿上推转。好，现在把我们这两大知识点带入到我们的纽约步里面来一遍，准备 one two three four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